发生了什么？ 管我们了，请。毫无意义，怪物正在围攻上城区，快去阻！你们自行保重吧，我会去对付他们的。请准无。 鬼东西！ 难以置信，一个复活者竟然有意识。其实我还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哦，但你对人类的帮助，我是看得很清楚。希望你能继续帮助我们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袖手。 你们准备好神的光辉，将指引你们正确的道路。年轻的爱，我们拿起。快到东村了，想要去河对岸。 那里的船会派上很大用场。哦，好极了！希望我们还能赶得及下一班渡船，用不着那么沮丧。在东村，我们肯定能找到能用的船。啊！ 正中目标。
我的手机搜传，看见没有？别着急，我在想，那个拿着盾斧的家伙不会轻易的放我们过去的。哼，那你躲藏的时候得找个好点的地方，别妨碍到我的斧子了。 没有信仰，怎没神的光辉？艾琳娜一行人，把涌入村子的怪物都驱散掉，否则我们没法修理船只。还有伊莎。 筛子，准无，战利品会胜利着所有。 在这里，我们都是神的，有备无患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东村反复的战。 看看港口，哈！我还从没享受过这等礼遇。又是一堆散发着恶臭的怪物，这真是太糟糕了。
战利品鬼爸都是些杂鱼，什么时候能来点刺激的？别大意哦，这真是太好了。保卫教会是圣位，神的光辉将指引你。艾丽娜的计划进行。有意思，看看那些古老的祭坛与魔法，显然他们是用这个来控制火势。这种恶毒的魔法根本不该存在于世，别傻愣在那儿，我们该干活了。哦，当然，当然了，祭司大人。胜利者所有。没有信仰，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。你们为格尔林做出了，正如艾丽娜所说，教堂外围的奇怪祭坛被破坏之后，就剩这一栋了，他们死死地堵住了门口，所以我们该来点狠的。啊，是的，不过还是要小心门口那个大块头。我不耐烦了，射成了筛子。在成长，战利品为胜利者所有。没有信仰，怎么
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。这次任务危险。寻找掩护。所以，你记起了很多东西。嗯，不好的东西，背叛。在这座教堂里，我倒在了血泊中。嗯，确实很糟糕。被射成了筛子，我无法这么做。我不耐烦了。太令我惊讶了，你居然还保留着灵魂。艾克斯廷，霍言，是的，是你背叛了我，你从背后刺穿了我的脊背。1000年了，却恍如隔日。我们只是命运的齿轮，谁也阻止不了。放轻松点。